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学特教系林庆仁老师。今天拍摄这个片子，主要是跟大家介绍点字的重要啊。点字是对视障生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一定要好好把它学起来。那另外一个重点也是要特别去强调点字啊，点怎么样来摸读啊？我手头上这边很多的点字的摸读的方式跟工具。首先跟大家提出来啊，目前有一些观念不是非常的正确。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哇，现在的科技很发达，盲生不用再学习点字的啊，他只要透过有声书，透过我们手机上面会发出啊有声的Siri 声的帮忙，或是怎么样子都可以，所以是不是不用再学习点字呢？我想这个观念，我特别要去跟各位报告，这是错误的，这不是正确的，甚至于点字是随时你有需求，你想学都可以学的啊。当然，更要去学习的是在学生时代的这些视障学生，假设他想要学习这样一种读写方式的话，他随时都可以学的，甚至于40岁眼睛才不好，看不到，没有办法用视力去阅读印刷文字，是不是可以学？要学的，这个也是正确的。我这边也看拿出这个是扑克牌，上面有点字，那一个会摸读点字的，会摸读点字的盲生的话，盲人的话，他到40-50岁，他想要在生活上很愉快，很有乐趣，想要跟他的朋友一起玩扑克牌，甚至是我们讲麻将的话，你看我这样子啊，我会摸点字哦，啊，这是黑桃的6，对不对？好，如果他会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他在生活上可以有很多乐趣，然后他出门的时候，他总要去按电梯。他今天要搭到第几楼，他其实还是要会点字，还有他要会把他的衣服知道他是什么颜色的话，其实他做一些记号，用这样的点字的符号啊，把它粘贴在他的衣服上面的话，他其实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整体的穿着啊、颜色这些东西。所以点字事实上是随时人生各阶段都可以来学习的，都可以学起来。当然，重点是，他可能学来之后，不会像从小就开始摸读点字的这些盲生的速度可以那么快。可是40岁、50岁、甚至60岁，他只要有心想要去学的话，他可以把它学起来。当然速度当然没有办法非常快，所以我想我今天除了强调点字学习的重要之外，随时可学，随时会用在生活上很多地方，甚至于工作上面，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告诉我们，美国虽然只有30%+的这些视障者他有工作，可是任何一个目前有工作的人都会点字的，所以你会发现点字是对他们的就业是非常重要。接下来我想特别跟大家谈的是，我想很多人关心是，那到底点字，点字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哦，它有6点哈，这个六点的，你看6点，当然这是电脑点字是有8点，你看啊，这样去摸哦，它会出来哈，点这个点字，这个6点不同的组合，譬如说我们的中文点字啊，它是语音系统的注音符号 ，bpmfo 的 b 是135点，摸到 b。那135点，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那我的这个触觉手部的触觉的神经没有很灵敏的话，那我学点字是会很慢啊，很难摸啊。我想这个也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说不要去学习点字啊，用听语音就 OK 的。其实这个有心想学，熟能生巧，这是非常重要，都可以的。有心的人可以在一个礼拜啊，几礼拜。就可以把59个我们国语点字的声母、韵母、结合韵都全部背起来，
有心一定可以做成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提到的是，到底要怎么学呢？这个美国方面的资料有提出来，我想精简有三点。第一个，点字摸读的方法，这是一本点字书哦。那点字的话，一定是从左边就像我们现在所看的书面的文字，我们也是从左看到右。那点字也是一样那你当然是到底要用两只手、一只手其实可以的话当然先是我现在讲先一般的，我们从左到右这样子要轻轻的轻轻的轻轻这样子当然越快是越好轻轻的这样子，轻轻的摸摸摸不要在这个某一个点上，这我摸不清楚，我在那边搓头搓头不要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玩玩玩，上下左右在那边，其实你要轻轻的越过去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然后另外是，那到底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一般来讲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右手还要留着去做其他更很重要的事情，譬如说有时候你可能还要这个点写或是那我今天告诉他是摸，所以摸的话，如果单只手的话，基本上而且配合刚刚所提到的是从左到右嘛所以一般来讲单手来摸的话是从用左手这样摸摸摸摸过来摸过来这个当然有人说那右手可不可以摸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怪怪的这样这是当然每个人的左右手的实力方向不一样，他也可以自己有考虑，但是原则上是一般来讲是单手是单左手由左到右，那双手更重要。我想我们两只手是不是就是要两只手一起来美国方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两只手是而且是要分开两只手分开左右开弓两只手左右开弓。当然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在教导点字摸读的有人提到说，那好了，那是不是这样子两只手同时这样子，你看看一下，两只手一起这样子两只手连在一起这样子摸。其实点字摸读很重要，是要讲求它的速度能够摸得很快我们你看整本的资料那么多，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在短时间之内念完，其实速度的加强提升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当然要好好去运用。所以刚刚这个其实还是有点慢好，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有人是左手是固定，然后右手这样一只手这样摸过来从左边一直摸到右边然后摸完之后他的左手往下因为点字是一行一行的那再摸过来，其实这也不太好最好的方法是两手并用，告诉各位就是左手摸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右手接手，然后这个时候右手就往下摸下去那左手呢就回来准备当右手摸完这个句子的最后面的时候接下来是马上由这个左手往下一行这样摸过来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最强调的左右开弓的方式当然是不是要用两只手或是什么时候，这完全是看这个摸读的人自己的一个考虑跟方便，但是我们在教导的部分我们尽量鼓励他要能够双手并用，然后越快越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他是可以赶上很不错的目前我们所强调的有效的摸读方式。那这里再介绍一个东西这美国方面非常推荐每一个人明眼人也要学习点字，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汽车的牌照你看这送给大家这个你看这个会开车的人他懂点字，还有这里好多好多的，大家知道我们未来是走向科技，所以到底是不是用传统的这种点字书呢这边是传统点字书去阅读呢，其实科技时代我
我们要走向使用最新的科技。我现在这里有几种点阵触摸显示器，不管是国外进口的或是我们国内国内那个淡大那边也开发出来的这个光点都是这个很棒很棒它是可以一直翻页，不像这个点字书你看它要摸的话一本小书你看它要去把点字全部把它做成点字资料，其实是考虑到它的方便性跟它的复杂度还有它的整个的安排。所以现在的走向我们鼓励未来这些学习点字这些视障生的话能够早一点开始用这些辅助科技用这些辅助科技，然后在课堂上去摸读，上课的时候听到老师讲的重点可以把它记下来这当然有很多地方还要跟学校做整体的配合甚至像这台像其他的厂牌的这个辅助科技的点字触摸显示器也是一样它可以要跟电脑或跟手机，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智慧型手机也是一种电脑它可以透过蓝牙方式去摸读上网找资料，甚至跟学校的老师同学互动，把上课资料传上去。所以未来的话恐怕我们更建议说在这个点字的摸读的工具上面能够朝向科技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我今天所跟大家做介绍的第一个是不要忘记随时要这个把自己学习点字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你在用眼睛去阅读印刷文字有困难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考虑要不要来学点字有心最重要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所期望的目标。另外当然是要不要忘记科技科技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好，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有关点字的重要一个视障生如果他觉得他在阅读上面有需求的话，好好把握学点字这样的一个重要观念。另外一个当然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怎么样配合我们双手来做点字的摸读那最后当然是要好好利用这些科技看这些科技都是跟点字的摸读有关系的。好，那我今天的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